我们来玩那个文字游戏。我说一个颜色，然后你给我回答一个跟那个颜色有关的东西，好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绿色，草地，粉红色。蓝色、天空，白色、云，黄色、太阳。好的，红色、火，棕色。泥土，黑色，大便，好恶心啊！要不然你给我讲个故事吧？讲个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个人。他养了两只狗，一只狗名字叫嘻嘻，然后另外一只狗叫哈哈。有一天，他们跑走了，然后那个人找不到他们，然后他就开始叫嘿嘿哈哈，嘿嘿哈哈哈，嘿嘿哈哈，然后别人就还以为他们是傻子。神经病，给我讲一个认真的一个故事，好不好？什么故事？讲什么故事？专心吃饭。好的，你要给我读吗？还是讲？你会讲吗？乐乐说：“小猫吃饭的时候不要看电视。”不是这，哦，是这个。小猫关了，小猫关了电视机，吃了一口又一口。乐乐说：“小猫。”吃饭不要看图画书哦，搞混了。烦了，小猫关是和尚。合上了图画本。图画书，这个小猫吃了一口又一口，它吃了好多我。小猫吃了，小猫吃饭，小猫什么样？小猫吃饭，有了好习惯。有了好习惯，吃了一碗又一碗。
你要不要向小喵小喵，你要不要向小猫学习啊？吃饭要专心吃饭，是不是？还有没有讲完了吗？还没。小猫乖。小猫乖，乐乐笑。乐乐吃饭好好好。小猫吃饭少少少。少少少吗？妙妙妙，看清楚。这个我不会了。这个不会了哈，等到下次你会的时候再跟我说，再跟我再说一次。到你了。这些字不认识吗？宝宝，